美国联准会决定讲，九月暂时无要阁升利息，也毋过哦，年底之前应该阁会升一码。啊，那英国八月份的通货膨胀状况有较温和，也毋过哦，离目标阁真远，所以英国应该阁继续升利息。Today we decided to leave our policy interest rate unchanged.因为通膨是降到3.7%，美国是放慢起利息的脚步。联准会拜三经过两天的会议讨论了后，决定要加点帮助金利率区间维持在5.25%到5.5%，但是为着要让通膨登起个2%，年底之前可能搁起利息。We're prepared to raise rates further if appropriate, and we intend to hold policy at a restrictive level until we're confident that inflation is moving down sustainably toward our objective.根据大多数联准会委员的评估，美国年底之前有可能起利息一码，明年降利息有可能减到半个百分点，比六月暗算的一个百分点更加少。嘛表示讲明年的利率有可能维持伫个关档。受到联准会放鹰的冲击，美国每半个月压是几个出来，道琼工业指数中场是76.85%，6.22%，标普500是6.1%，纳斯达克含费半是拢达超过1.5%。另外，伫个英国变。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意外是降到6.7%，比7月6.8%含市场原本预期的7%搁较低，创18个月以来新低。But if you look at the overall picture since it peaked last autumn, it is now down 40%, and that says the plan is working. 去年10月英国的通膨是来到11.1%，创41年来新高。央行是用积极起利息的手段，目前敢那已经看到初步的效果。不过，首相苏纳克承诺年底进前和通膨减半。多数经济学家认为，央行摆时会加利率对5.25%调到5.5%。公司新闻张桂敏翻译。